糖醋鸡丁饭、古早味麻油松板猪，还有油亮可口的红曲烧肉饭，看了让人垂涎三尺。满满台味的传统半桌菜，现在通通搬到高空。米其林星级上菜，哇！掌声鼓励。由星级主厨亲自示范料理，现场飘出阵阵香气。航空公司携手连三年获得米其林一星饭店餐厅，再度推出联名机上餐，全舱等共有多达15种品项，要用料理抢攻客运商机。食材的选择，以及因为要复热，所以很多菜肴都必须做一些修正。那我们又希望能够把我们的招牌菜跟我们的一些隐藏版的手路菜能够放到云端。航空业飞机餐大比拼，华航先前已经携手2家米其林，四月再摘一星，祭出新菜色，以亚洲航线为主。星宇则和知名烧肉以及三星餐厅合作，龙虾、鳝鱼意面都上桌。长荣的桂冠黄喜舱也主打飞洛杉矶、纽约、米兰，吃得到米其林一星。我们找到他们来一起合作的话，除了可以提升我们这个品质之外，另外我们在也希望借由这个飞机这个载具，能够把他们的这些产品，包括他们的知名度，通通带到全世界各地去。各大航空纷纷寄出联名星级料理抢客，空中的美味大战，烟烧味十足。三立新闻，徐国宏、李梦山，台北报道。